ZEEKR 智慧工厂是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全球一流的汽车制造工厂，年产200万辆，是全面融合 5G、AI、工业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汽车制造基地。为打造智能、敏捷、透明三位一体的智能制造体系，构建多样化智慧物流场景，ZEEKR智慧工厂焊装车间引入了海康机器人智慧物流解决方案。焊装生产任务量大，搭建物料种类多，传统的人工配送方式效率较低。ZEEKR智慧工厂于2021年7月启动了焊装自动化的配送项目，共计投入200余台海康潜伏 AMR， 实现焊装工序间物流、冲压自定件物流、焊装外斜件物流的线边点对点转运，真正实现了物流配送无人化及 AMR 自动化搬运，成为行业内首家引用焊装自动化配送项目的标杆工厂。ZEEKR智慧工厂焊装车间的自动化配送引入了智能柔性的移动机器人 AMR， 并打通系统软件数据与上下游业务信息流，线边物料拉动信息直接回传至拣货叉车司机终端，叉车司机根据系统指令拣货完成后，由 AMR 做线边接驳。基于领先的调度算法能力， AMR 按照最优配送路线将拣选完成的满托零件配送至线边，与 PLC 系统连接，对接机械臂工位，实现精准投料，保障零件 JIT 准时配送，降低产线停线风险。零件上线后， AMR 再将产生的空气距返回至接驳点，通过系统校验功能，还可避免错漏配情况发生，让配送质量大幅提升。物流模式自动化的打通，实现了机械互联与零差错智能搬运，以及产线配送及上下料全过程的黑灯作业，节约人力成本28%，降低安全事故风险。吉利汽车坚定走技术驱动、智慧物流发展之路，智慧物流将成为未来制造业的新常态。我们也希望海康机器人能够通过场景化技术的运用与积累，让业务与技术碰撞融合，在物流智能化、设备无人化、全设备群众化等领域中进行更深度的探索和合作。